大家好，我是六一，这是若饭，一盆若饭等于一顿饭的营养。我希望接下来三天试一下喝饭生活，看对我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。现在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。这是若饭的代餐豆，它的特点就是抗饿解馋，控制热量。包装里面大概是10板这样的咀嚼片，112片可以提供4个小时左右。这是若饭的代餐粉，它是一个塑料瓶，里面带着若饭的粉末，非常的方便携带，它能够提供大概3个小时以上的饱腹感。这是若饭最新的产品，若饭液体版，它的特点就是开盖即饮，大概这么一瓶的液体饮料可以为你提供4小时以上的饱腹感。现在我喝一口，有一点米糊的感觉，带着咖啡的味道，有曾经好像喝过一款速溶的咖啡，好像就是这个味道，很接近，感觉比咖啡会浓一点，然后里面有一点麦片的感觉，很像炒面的，炒面，像炒面，就是带点咖啡味的。豆奶吧，现在是下午5:07，距离我喝完前面的若饭已经有6个半小时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吃晚饭。第二天喝若饭，早上若饭的 CEO 跟我说，他们的忠实粉丝一般是一天代替1到2餐，那我还是2餐吧。今天端午节，公司没有人给我拍，我就自己来拍吧。感觉这个口味比液体版还好喝一点。今天是我喝若饭的第3天，一共喝了4顿。第一天的话，中餐午餐我喝了若饭的液体版，第二天午饭也是喝液体版，今天午饭因为我没找到液体版，所以今天喝了那个粉末版，自己加水泡的。你觉得若饭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节约时间，它就像喝饮料一样方便快捷。第二，就是让我的饮食更规律了，平时因为选择困难或者手上有很多的工作做不完，会拖延吃饭的时间，这样对身体不太好。但用若饭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喝。第三，就是更加健康，相比外卖和楼下地沟油，我相信若饭更加卫生。你觉得若饭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？我想要草莓味。你会购买若饭吗？会的，因为我经常出现没有时间吃饭，若饭就解决了我这个痛点。你会给什么样的人推荐若饭？我会给我身边同样互联网圈的朋友推荐若饭，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若饭这样新鲜的事物，然后他们跟我一样有没有时间吃饭的情况，若饭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关于若饭我们就聊这么多，这是 Price Tag 团队第一个视频，我们做的还不够好，如果你有其他想看的内容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，同时你可以在我们商城购买的若饭。拜拜。